你怎么圣诞节都过了还穿得像圣诞树一样？我就喜欢圣诞节啊，怎么样？好吧，那今天有个新计划，就是看小朋友包包里面有什么。干嘛要看我包包？太临时了吧。就是要看，就是要看。哦，快，赶快拿出来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要看就看吧。哎呦我的妈，很可爱吧，我的包包。嗯，这是编织的，很像渔网。什么渔网？我的耶诞节狗狗，但是耶诞节看不出来，有是哪里？它这个围巾很可爱，就只是围巾。不要吵。小编废话实在太多了，快转进入重点。好，今天的整形的动画片组，我们先介绍日本人，日本大概口罩就要戴了吧？是一个好工艺，没有错，肉签包，给我吗？然后我的手机，这就可以拍一支。对，当然还有最重要的，我随身携带的什么东西？就是、我们家的护手霜。你吃带两只哦？对啊，很香啊，两个。你是交替用吗？一只手一只。真的，因为它两个味道都很香，然后就看了看我的心情使用。然后它这样小小瓶的很好携带，然后你看、啊、它这样挤出来，它的那个我很喜欢我们家护手霜是不会厚重，嗯、哦，不会腻，开就吸收的超级棒的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这个，这也是这次的新品，我们的圣诞香，我随身都会携带，因为小小如果有时候觉得吃完烤肉之后，对，或者是要出去约会可以补喷一下，很方便。然后这个。就是冬天嘛，肌肤干燥的时候，这个美肤按摩油你都怎么用？它很方便，它这个是做那个滚珠状的，所以你可以涂抹在你的局部肌肤，看你哪边干燥就可以使用。然后像我最近啊，我的指缘因为我做指甲，它会干燥，对不对？我把它当指缘油擦、欸，我就用那种擦擦擦，有没有油油亮亮的，然后就把它按摩吸收。指甲也很美，你好，哦、很香哎、欸，看炫一下你的指甲一起。噔，好，快点，圣诞节氛围。好，还有，再就是我的护唇膏。还有我的口红，你也太多东西了吧？吧然后这些圣诞箱还没有买的，这个圣诞限定的，直到1月5号，大家要赶快去买，不然就没有了。你想要买也买不到了。这个冬天一定要拥有。